今朝今晚囡仔还不点，我嘛不欢迎炒米水。到今晚也无法度证明这囡仔是我的，以我的个性，我今晚咧对米水已经是足大的嫌疑。你人警察搁咧怀疑讲，无去迄四百万，是不是恁文荣提藏去？啊，阮文荣哪有可能扛提四百万去藏啦？有啊，这无影无钱的代志呢，你莫有白讲哦。就是这款好卡好出的人去找头了，敢是要不劳而获？我若是不劳而获，那样的哈？啊，你人应该无代志吼。我看你两个得罪过得袂停哦，袂输是男女朋友哩打情骂俏。谁讲的？你干嘛学我讲话？我早就甲文琪来讲过，讲你袂晓为着迄个囡仔去影响着恁的工作，你安尼害我甲恁爸，叫恁阿母洗面，你哪里做敢对？我啥都是。阿准啊！你看上紧找锁匙，唔知水沟挂出重的哦。警察哦，已经咧怀疑哦，你哦甲伊是共犯啦。爸爸，我是你的后生呢，我讲话你拢唔相信哦。爸，恁爸之前有烟喉癌对吗？对啊，今麦又搁复发。我惊，那是甲君君抱咧身躯边，我惊伊得袂到上好的照顾。这么重要的代志，你哪会当问我？我就是无想要你替我咧烦恼，当我破病到今嘛，你有着要照顾我，都要去外口赚钱，我看了嘛做唔甘的啊。为着要感谢你哦，我请你吃饭。我当然嘛好，我较爱吃路边摊。你是无想要和我开一阵安尼讲的对不？点点